再来，我们看第五题哦。班级篮球赛的时候，阿明投进三分球跟两分球，总共七颗，得到16分。那若阿明投进 S 颗三分球，那么他两分球会进几颗呢？因为总共七颗嘛，所以如果三分球是 X 颗的话，两分球就是七减掉 X， 剩下来都是两分球嘛。那么根据题意，我们可以怎么列式呢？题意告诉我们说，他得到16分。他三分球投了 X 颗，所以就是 X 乘以3这么多分。那两分球啊，投了7减 X 颗，所以7减 S 乘以2分，加起来会等于16分。这就是题意告诉我们的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解看看哦。X 乘以3就是 3X， 加上7减 S 乘以2就是14减 2X， 因为我们把这个乘以2分下去嘛，那就会等于16。那么 3X 减 2S 剩下就是 X 加14照抄等于16照抄，移项过去啊， X 就会等于16减掉14，算出来 X 就会等于2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解出 X 等于2。